要选女婿莫心焦，众媒算亲东，说媒做亲，这个我来保。国公都替家己行，不管朋友家亲戚。爸爸不答应，就是没有结果。我卖定，是每一个人少后悔，先说当初无坚持。这是自己做的。嗯，做的不好。中间风来em来中山，中山em看马别。将迄脚手圈织伫你的蓬西衫，你若想着我，就摕起来挂。你就要嫁去远远，去过着新的生活。希望你今后的幸福有一牛车。就要做人的媳妇，做人的妈妈。你对我的叮咛，我一定拢知影。我嘛永远是你心爱的查某仔，我嘛会将你的爱传予我的囡仔。阿母，我来送亲包去给阿姨哦。不是家己要来提？我就想讲，先提起回去先看卖，若未下再提转来改啊，较免顾忌走一撮啦。哦，安尼我叫嘉玲跟你去啦。嘉玲来。无紧啦，嘉玲还准备考试呢。唔紧啦，我叫伊跟你去。嘉玲来。来啦。嘉玲，跟恁姐姐去。我大声。进去。这碧云手艺可真好，这样一合身，一身都不用改啊。那是红阿姨身材好，穿什么都好看。哎呀，是碧云手艺好，人长得漂亮。又甜的，好漂亮！你姐姐真讨人喜欢呢。啊，碧云呐，将来挑对象可要睁大眼儿，红阿姨会替你看着的，要看你嫁得好。阿姨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啊、好嘞，嘉玲来，我还没再去，洗手去吧。嗯，好，来，我带你去。你进去。回来了，怎么去那么久啊？我还提早回来了，你也好几天没有过去了。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，你不在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，连铁观音的味道都变了。是的，夫人，到时候收成再给您拿点过来。铲子谢谢，我先放外面。好嘞，红阿姨，那我先离开了。妹妹都不要啦。
侯阿姨，我妹妹的美发店明天开张，就在我家隔壁，欢迎您来。那好，那有男士理发的吗？有，都有。那好，王先生也会去。夫人，我都在军中理发。明天我也会去。小心，别又撞一起了。好女孩，你是认真的吗？那好，你也该成家了。今天不是很无闲，手侪人起来问题。无紧啦，是阿母叫我过来。正义，啊，何必用用啊？我来请。你做何干啦？好。哎，你看看，哎，这些个花篮，给俺们家弄得很体面吧？走。哎，等会儿。怎么了？不便宜，不便宜，确实不便宜。但是关系到你未来的幸福呀，就算饿他个三天，俺们也得拼一场。走。啊，老乡嘞，正义啊，大宝大姐，哎，恭喜恭喜啊，新店开张了啊！啊，叔叔王大哥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谢谢。那今天要洗啊，小姐？我不洗，我昨天洗过了，他洗他洗，我。哦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哎，请坐，谢谢。小季，王大哥得麻烦你啊。冒昧想要请教你一件事，对于我这样一个人，不知道你的想法怎么样？如果你觉得我还可以的话，就在我头上敲一下好了。那么你们家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人能接受吗？我想也是。我没有问过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我知道这很困难，但能怎么办呢？因为铁观音会上瘾，我怕这洗头也会上瘾。听琴也会上瘾。真的，我愿意为你拉琴，一直拉下去，只要你肯听。
甲差不多就好香水，我等姐姐来干。好。吴大哥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女儿开这个店真是个不错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头一天就高铺满座了，以后这样一定成为这个弥陀镇响亮的招牌。你过奖了。哎，美容院不是女人来的地方吗？啊，你怎么跑来了？啊？哎呦，爸爸，那查甫查某的头我拢会晓做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吴大哥呀。你应该试试你女儿的手艺，哎呀，就是赞，赞，你看我泰语也很强，你看赞，是国语台语的赞，都是赞啊，哎，这就更对了啊，不管是国语、泰语，都是赞，横竖都是赞，是吧？伯父您请坐，不用了，我只是过来看一看，要回家了。碧云啊，跟我来等啊。我过来大姐跟我斗三工啊。叫你妈妈吼，过来跟你斗三工啊。对啊。哦。来走吧。去请你爸爸哦。来吃莹莹啦！来吃莹莹。哦，来啊！啊，这谁的贴吧？是阮庞主任啊，啊，写作足好上迄个啊。迄个五十几岁啊。是啊，啊，听讲找到对象哦，是咱家的人呢，才二十几岁呢，差有够多啦。哦，这叫做缘分啊！今年吼、哦，食这款的喜酒已经第三遍了啦。啊，查甫人拢想要伫台湾哦，住落来，啊，开枝散叶啊。啊，得等十多年哦，嘛算真久呢。嗯。你来听好啊！以后恁的婚书吼，爱爸爸注意做主，叫遵守哦。尤其是你啦，碧云啊，啊你是大姐啊，爱做妹妹模范，知无？哎呦，有啦有啦，啊这的查某囝拢嘛有把你的话听入去。那安尼是爱啥物条件，才不会去咱家大姊？啊，至少嘛爱大学毕业吧，啊，家世各方面吼，袂当甲咱家差伤济啦。好啦，爸爸甲恁讲啦，若是要娶咱家的查某囝吼，爸爸有三个条件：第一，爱福禄村的饼；啊，第二，爱做一对。金色的八角灯啦，啊，第三吼、哦，还有一台乌色的大轿车，安尼才会用的。是个大轿车，哎，啊，咱公司才一台尔呢。我就是要爱迄台啦，而且车顶吼爱放香花，袂当塑胶花哦，安尼吼才有神调嘛。福禄村的饼，一对八角灯。乌色的大轿车，爱把香花换个塑胶花。丢，你搁遮细汉，记这是要创啥？弟哦，也是好好读书，甲初中考着较实在。碧云啊，啊你明仔载吼，甲迄彩虹车搬入来，莫搁伫外口做啥。为什么？啊，外口的人哦，出出入入这么多啊！你楼顶哦，阿妈的房间放伫遐拍算啦，你着去遐做啥，知无？
吃冷饮啊。开始啊。那边。坐啦，去啊。才去买一块布尔，啊，去遐遮尔久，天拢要暗啊呢。哦，阮去看几落间，大姐才紧着解个布啦。好啊，恁家扫扫个，紧整理理个，我来去煮饭啦。恁爸爸要转来啊。好。恁真正去足久个呢？哎，啊，你是要啥？紧布是足加工个代志呢。歹势啦，啊，不过我有加紧一块布，要替你甲嘉玲做头巾。啊，不过后摆我要做哦。好啦。李小波，我先替你。嗯。来。后摆恁去看电影，敢会愿带我去？你讲什么电影？新生社的电影。你有看到我吗？还有王大哥。我这是想要去看电影，谁知会拄到伊？对啊。我警告你哦，你唔通甲爸爸袂讲知影无？扫涂骹。到这摆心脏会跳到足厉害的。哦，你搁咧想坐伫王大哥身躯边的滋味哦？不是啦，我是想讲有一天我还没安怎啦，安尼真正袂用的啦。嗯，无管伊安怎，你即摆无来店里斗三工，伊嘛无可能为着看你，一干到晚来想要剃头啊，恁店里无头毛啊。啊，不过啊，偷偷见面嘛是办法啦。我真正就惊嘞。哎呦，啊无得卡，你根本就唔免烦恼啊。你想看看，咱家卡早的时阵开干么店，今嘛搁开整个地。爸爸阿母甲遐尼侪外省人咧做朋友，宋菲菲啦、张叔叔啦，后来咱家袂输咧行走开，根本无分啥物话闲事。你讲的是摸唔对啦，啊！不过爸爸讲啥物爱好落村啊，爬脚顶啊，搁有大台轿车，王大哥哪提出来啊？咱做生意哦，拢是收现金，你若是无着急，过一阵仔我着我着甲你斗相共。你无着急，王大哥哦是足着急。你敢真正感觉讲，爸爸甲阿母会答应我甲王大哥？
是来说媒的。跟谁说媒啊？就是我们那村里最帅的少尉王宝成。哎，常跟老张去你那跳戏拉琴的。哦，那个没有吃猪肉的。哎呦，是国语说的最标准的那位。我不知道哎，要问你女儿可是情愿的。真的？你没看出来啊？可是他们年纪差那么多。哎呀，人家都还不到30岁呢。王宝成在我们那村可算是青年才俊。老板娘，我不随意替人做媒的，这可是第一次。那是因为王宝成他文武双全，那也实在需要一个伴儿。你们家碧云啊，我又是从小看到大，哎呀，喜欢的不得了，所以才会想替他们牵这条线的。你想想，他们俩要是凑在一块儿，哎，那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吗？这个事情哦，我不能做决定啊。家里的大事哦，都是我先生做处理。那好，你再回去问问你先生啊，我等你消息啊。我来了。咱五家来台湾，19代啊吼。所以这外省人，若是来咱台湾安心厝牌啊，算是伫咧台湾头一代啦吼。应该是安尼啦，啊，不过咱后代子孙安那，无论家己安尼啦。啊，你问这个怎啊？无啦。我是咧想讲吼，大家拢是对外地来的，只是时间无同款尔，吼。会当安尼讲啊？咱五家拿来台湾的时阵，迄大家是有够惨的，有够辛苦的。那是经过吼，几落代的人，咱的生活才慢慢啊安定落来呢。迄真正足辛苦的啦。迄个时阵在讲哦，登山过台湾啦，啊心肝哦结归完啦。但若是要过迄乌水沟，迄个真正足困难的。人在讲啦，实在要去吼，六死三老一回头。遮个吼，拢是查甫人啦，孤单一个，啊，只有罗汉脚，无罗汉马，有的无法度照顾家己的，嘛活袂落来啊。啊，干那有罗汉脚，无罗汉马，啊，是要哪传遮尼侪代人？有的表出成绩的吼，就过去迄边，啊，找查甫人接过来，啊，不过大部分哦，拢是传。山地人哦，平地番嘛有啊。啊，唔
就对出差以前就安尼来到这带这个查某囡仔。啊，这几年吼，嘛有真侪外省人带这个查某囡仔，跟咱的祖先同款吼。啊，你无代无志，讲这要创啊？啊，你搁会记得袂？以前咱开干妈店的时阵，毋是有一个洪太太直直来甲咱买物件？嗯，伊想要来甲咱比喻哦，讲亲情啦。迄对象哦，是苏瓜小张的朋友。免讲。啊，你敢无想要知影伊是甚物款的人？啥拢共款啊，知知。顶回迄单届后生啊，大学毕业呢，咱拢无答应啊。啊，即个条件搁差，搁毋是咱家己人诶。啊，拄则毋是咧讲，大家拢是对外地来啊，只是时间无共款尔。而且小张啊，甲老宋拢是你诶好朋友啊。啊，做朋友吼，我会当无分东西南北啊。啊，毋过替家己诶查某囝找对象。我著爱考虑清楚啊！做兵的生活，我艰苦的。啊，年岁嘛跟我差不多啊，比我更加老啦。啊，叫迄种的，不是叫阿公的。袂啦，迄带来咱店的，看起来拢嘛真少年。你卖忘了好不好？听讲因足济吼，迄年岁拢嘛报假。哎呦，啊，加几岁啊，有啥物要紧啊？只要听好就好啊！我来问你，肯啊不肯好不好？免问啦，伊肯哦，我嘛不肯啊，就算我肯啊，你祖先嘛不肯。啊，你哪会知祖先肯啊不肯？啊，你拄则无看到，我迄番仔火哦，安怎肯，我嘛肯袂到。以后这种代志哦，直接白花掉啦，莫阁问我。你最近敢捌学几条新歌？是谁甲你教？无啊，我著四界安尼听听诶，听久就会晓啊。我做菜真水啊，妈妈。我妈妈来讲亲情呢。啥？啊，就迄个口琴啊。讲一个。我食几摆王三喜。我妈妈跟我讲，是你玩的，还是真正假的？你要听好，恁爸爸哦是袂答应，啊你是毋通给人机会，人就来找你啊。因为伊是外省人吗？恁爸爸有甲我讲，你做兵哦，生活是足辛苦，啊若烧钱的时阵哦，着化烧钱。啊，要离开的时候，都唔知走去倒位，迄人生哦是足无稳定的。你是要哪打？啊，若照你讲，伊唔着恁免娶某啊？嘛毋是安尼讲啊，是讲哦，咱会当拣较好的，啊，是咱无爱。相信恁爸爸的安排。
啊，去后壁加烧水啦。哦，紧个紧个。歹势，我先替你量量哦，稍等。鬼子啊，说句话嘛。张叔叔。哎，那个王大哥在问啊，说你大姐怎么这么久都没有消息了？王阿姨来提亲之后，我爸就不太肯让我大姐出门了。小姐，坐坐坐。不是，那个尤尼陪着也不先出门吗？我也被盯着呢。嗯。姐生意这么好，我根本走不开。那怎么办呢？你那王大哥呀，很着急呢。哎，你跟宋贝贝不是每年都会来我家吃年夜饭吗？啊，今年带王大哥一起来啊，他就见得到我大姐了。哎，不行啊，那到时候要被你爸爸赶出门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啦，大过年的我爸怎么会赶人？而且他又还不知道大姐跟王大哥在来往。好，好，那今天啊，我就把王宝钗带去。给你爸爸一个好印象啊！我就请王大哥一定好好把握这次的机会。好给女友金瓜呢。太衰啦！啊，小醉醉来过圣诞节哈。哎呀，真想不到啊！你这个闺女当了老板以后，真让人刮目相看。好了好了啊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再见啊。哎，你好你好，告辞了啊，再见啊。记得哦。哎。姐，那你到今嘛，可以做啥？啊，特别过年啊，大家都看要穿新衫，啊，今天乖乖啊。今日张叔叔来催我，伊讲遐尼久无你的消息，王大哥就想你。写到安怎啦？爸爸唔答应就是袂有结果，不如卖见面。王大哥无可能这么简单就放弃，你嘛袂当放弃。我咧替人揢洗头、做头妆的时阵。因拢会甲我开讲，伊敢知影，足侪人拢偷偷啊甲我讲，其实结婚之前就有介意的。啊，不过因为听厝内底安排，就放弃。是嘛？是每一个人少后悔，是安怎当初无坚持？因讲，卡输是家己选的，就算过了无好嘛，甘愿。想要追求幸福，就要较勇敢。我有请张叔叔过年的时阵，找王大哥来吃饭。你不是讲因为礼宾师专门接待外宾的，安尼我想有过来招手，我一定真赞。就趁这个机会，让大家认识伊，也当给爸爸一个好印象。来替家己做一身小水的新衫，到时阵好好啊西装打扮，你跟王大哥就是小送回一对。
哎呦，这个是，这个是第二个女儿，桂霞了。哎呀，桂霞都长大了。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大一点的女儿啊？你马上就来。真的好久没有看到。哎呦，妹子啊，哎呦，哎呦，我们也气势很好啊。你呀，你也一样，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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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客气啊，时间真是快呀。 他怎么了？哎，也不知道在什么地上吃了什么油，把这肚子给吃坏了，这光今天跑那个茅房，跑了两条腿都软了，你看。你是说那个姓回教的人？我大哥生病了。阿弟嘛，小三哦。已经定定定定来定没有去，啊，这个没来啊。嗯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也不知道在什么地上吃了什么油，把这肚子给吃坏了，是不？啊，是吧？我见他说过了，我说呀，逃难出来了，没有饿着肚子，算不错的。他吃什么东西还挑三拣四的，你看看这个人啊。 这里的人吃什么，俺们就吃什么，是吧？还守什么纪律？这个不能碰，那个不能吃的，把这个味道养娇贵了，碰点猪油都不行。哎呀，妈呀，人家诚心信教，不要随便叫人改了。对，嫂子说的有理啊，这检点，这个人呀，真是值得托付，可以信赖一点。对。我是觉得哈，不能入境随俗，处处限制自己，这个人应该不好相处吧？没有啊，这个人好相处啊。
这脾气好的了。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了啊，我们在一块儿，我看他从来没有和什么人吵过架，没有涨红脸过，哎，一句重话都没有说。他没有脾气哦，那会不会也没有什么主见呢？不是，有，不是没有主见，这个是这么说的啊。他这个人呀、啊，这个念书有学问，哎，偏偏风度也很为贵，哎，也很为贵。哈哈哈哈哦、哎，对。你今年那个朋友没有来哦，啊，倒是得到大家不少的关心哦。好人缘嘛。张叔叔，以前过年你都会唱戏，这次你要唱什么？啊，那个拉胡琴儿，在这拉肚子。你说我这算了，这今年就不用唱了啊，不表演了。啊，不唱了。这个要唱，好吧，你这啊唱的。要不这么好了，我来唱个水獭跑，对吗？好不好？好，我唱个水獭跑好了啊！到什么场上了？不过，句句真心。国语念那么快，我听不很懂。啊，我也听不懂。哦，哈哈，其实我唱的意思是这么说的啊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啊，你刚刚的数来宝很厉害啊。哎，过奖。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？好啊，真的假的？来，我来帮助啊。不过我的台语哦，他练邓啊，比较溜了，啊，我就用台语来试试看好了。好，行，来啊。日子一天一天行，一天到暗骨力拼。规家伙啊，活来打，什么辛苦拢唔惊。天公赐我好年冬，有穿有食无底嫌，欢喜团圆拢伫遮，上过欢喜是
妈，全家斗阵唔通听，众梅雪清拢唔通，搁讲落去家己听，唔管朋友也亲戚。虽然我是半个字都听不懂，不过我想一定很精彩，是吧？对，是是是。哎，请问这个你要唱的是什么女巫？没有什么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吃饭，吃饭，吃吃吃。啊，对对，来来来来来。吃饭，哎呀，真嚼吧哈，吃饱吃饱。好，还是这味道好。今天有福分，听了两个。你真的愿意委屈跟着王宝成吗？你不要勉强盖你做朋友，你输在下个你本本性还是话性？你安尼做起来。伊差你差伤济啊！伊配你袂起啊！我真感觉甲伊配伊袂起。阿母，我来找。